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杰安。这次我要教各位右手拨弦的各种不同的技巧以及方式。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大师们在教如何 picking 的一些方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，在吉他的弹奏中，拨弦的方式百百种。有的人会用 pick 弹奏，有的人不会；有的人会用食指和中指，有的人会用大拇指和食指；有的人会用 pick 的尖端，有的人会用 pick 比较钝的地方。有的人用食指和大拇指，有的人用中指和大拇指做拿 pick 的动作，有的人是像这样子用捏的，有的人是比一个 OK， 有的人则是像这样子拖住。所以对于弹奏的动作，基本上我觉得只需要遵照一个原则，就是舒服就好了。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右手拿 pick 的弹奏方式。右手拿 pick 的弹奏方式，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拿。那么通常我会跟学生这样讲，大部分我们是食指和大拇指做拿捏的动作，那么我们只要在第一个指节里面怎么拿，只要舒服就可以了。那么有的人会这样子拿，这样子捏着食指，它会曲弯曲起来这样子。可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很不舒服，这是我个人觉得啦。然后中间我有拿过几种拿法，第一个是比较量是比 OK 的这样子的姿势，这样做拿捏的动作。另外一个是有一点这样子，比较伸直的状态。这样子做拿捏的动作，然后途中我也有稍微使用过用两指托住的状态做弹奏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用中指去做捏 pick 的动作，这都不太一定。那其实主要就是你舒服弹奏，然后不要让 pick 掉就可以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拿 pick 弹奏除了舒服以外，我觉得就只有两个重点要注意。第一个是不要让它掉，这个有点废话，但是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掉了那你怎么拿 pick 弹，所以记住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死命的这样子硬捏着，因为第一个这样子你硬捏着，你的手臂整个都会僵硬，然后再你弹奏的声音也不会好听。所以我们要很轻松的拿，可是又不要让它掉，我们就会处在这一个听起来有点尴尬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要拿捏到那个力道是刚好不会让它掉，可是它又是很轻松的状态，它又是很放松的状态。那么可能有的人会讲说，就是我有手汗，然后我不用力捏它就会跑掉啊之类的。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状况，就是如果你用力捏的话，它其实跑掉了你是完全救不回来的，因为我们手的动作一直在做撞击击旋的动作，所以 pick 多多少少一定会跑。可是如果你用力捏着的话，当 pick 一跑，你的手还是持续的在用力，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撬回来。你要撬回来的话，你必须要放松它才有办法再继续撬回来。OK， 所以放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就算你 pick 跑了，你放松的状态，你才有可能随时的去做调整。我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，我一直在刷奏，我的尖端是朝内的，可是我刷奏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会用我的钝端朝内，意思就代表说我在刷奏的同时，其实我是可以任意的去控制我的 pick 的方向。然后这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是钝端朝内。OK， 然后我再继续刷奏，我可以把尖端撬回来。有没有？现在已经变成尖端朝内了。OK， 我都是很放松的状态，才有办法这样子边弹边撬，随时去撬到我需要的最佳位置去做弹奏。如果你们可以做尝试，如果你们手一直是很僵硬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只要一跑掉了，你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撬了，然后再来你们弹奏状况也会，弹奏出来的声音也会比较难听。接着下一个我们会遇到的问题，就会是我们要如何拨弦，我们要如何做右手的拨弦动作。拨弦的动作一样会有很多种，比较常见的是这样子，我们只用手腕做上下摆动的动作，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。有的人你也会看到他只缩小范围，变成只用手指头在转动。那么甚至有的人是比较暴力型的，他是整只手臂下去做摆动的动作。一般在教学上面我们都比较推荐用手腕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方式。如果你们单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其实你们会发现这个其实对我自己来讲，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动作。虽然说早期我的学习过程都是以这个动作为主，但是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个弹奏的方式，其实现在我还蛮推荐这一个的，就是做三峰的动作。一般我在教学，我会跟学生讲说，我们就是像公园的老人在甩手一样，做甩手的动作。那么后来我们有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解释方法，就是做三峰的动作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你们可以任意的拿一张纸，或是拿任何一个东西做三峰的动作。像我现在
拿我们的单曲去死吧，做三峰的动作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动作，而且不费力，很省力。我们的弹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拿着我们 pick 做三峰的动作，一样你会发现它省力非常多，它不会像是你固定手腕只动手掌上下动作，而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 K 的一个动作。虽然说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学了，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方式。OK， 所以推荐这个给大家。所以我们来示范一次，我们做三峰的动作。那么到时候只是差别在我们要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并且去做击弦的动作，所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：三峰、击弦、三峰、击弦。你会发现我的动作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。那么弹单音的状况，只是把这个动作缩小到我们只弹一条弦的动作而已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